拖电梯，爱你，感谢你的流量。OK。放火大便在吐司啊！那时候的时间点我记得非常深刻，下午5:34，差不多接近桃园的那个地段，非常大的赛车。为什么要是接近桃园呢？是因为新竹那边有那个什么科学园区，对不对？然后基本上下班时间都会赛车。我的老天，想大便，你知道吗？我到一辈子没有那么想大便过。那么新竹那边就塞了，就是塞了。我那时候开特斯拉，自动驾驶下去，过了不错的中大小啦，过了大。为什么变音呢？我突然我感觉我想放屁，然后我就。OK， 就好了，感谢三三，但他的配的还不错，我在等他的怎么反转，会有个笑点的上旋，那直接结束。OK， 蒲天地，我是你的会员，哦，怎样？你是我会员，有特权吗？我来看看。停了讲，停了讲吗？你是我这故事的官，三到你家跟尊的一生。你的过去，我不曾参与。你的未来，我奉陪到底。连外这种事，这是声音吗？这也讲吗？你就道错了，我还没听过。黄忠匿名报名，他是自己唱的，欸、有可能哎、欸。布丁 T 这个名字就很像万事顺取的小号啊。真的哎、欸，那像什么蘑菇将军那些的。好了，真的别躲了。真别躲了啦，欧露啦。按这个 AI 讲的，AI 讲的，按上一层。来，